有人问，我们平常都知道佛法就是处处是空，要进到空，所以我们现在讲白不观，反正要用念头来救，这是什么理由啊？我们有一点特别要说的，普通一般的观念认为佛法是空，这是因为大乘的菩萨由龙树菩萨之后到中国来修出了中的真空这个观念的影响，自性本空。那么真空的道理后来也维持中这个清楚，是主张不是空定义有，这个有不是处事的有，换句话说是为自性空，它的空就是有，它的空也是该有。所以在说理上后来佛法一直在中国延延下来，毕竟空与性理有这两个观念是政府的根论，其实所谓空是对那个外有自性的本体，那个本体的相是空相来说，具体而言有不是普通的有，所谓定义有，因为空以及真空叫做真气妙有，这是理论上。在修持上是最后升到三分还原遇见空，那个空也就是有，但是不是世俗的有，不是世间观念所讲的有。那么在修持的方法上，我们一般开始谈空和谈空念头，念头不是了，念头的本身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念头的本身你要是空它，你有的观念是空它，那个能空它的观念就是个有，况且你不理解没有证的能空的本身就是有，你拼命意识上加到一个空的证感来空它，它是意识的作用，而且意识作用不要说空空得了空不了，即使空得了犯一个很大的危险很大的错误，往往有的满空或者断灭空，空性了就没有，没有了因果也空，一切无无因果，这是事实果报的存在，不管你怎么空空不了，你怎么不理他，他理你。所以一般所是空的往往落入狂谈啊，自己狂的不得了，认为像正道空，他不晓得那个狂你的笨跟那个狂就是一个不同。所以后来禅宗与佛教流行一句话，流传一句话，念头念头只有去书面上不知道有去书面上那么大，不可落空去下一步去，不可以落在空上的观念像下一步一点也一样大，就是很危险。至于我们现在讲修有你这个问题，就百不观阿哥是修有，百不观基本百不也空，毕竟是真空，在方法上看是有啊，目前是有，以有以意念来观这个百不，这个基本上修到
全体拍分反映自身国家的思想口，那是最好的口。所以你认为修观想修改观观等等就是修空啊，修有也是错的，不是修有，因为你要谈空正道空才好有一点，它有的路子是建设的方法，一步一步给你正道空，这是实际上非常稳当的一个修行之路。即使修不成空，它不是堕落到哪里去，一修空修不成空堕落更危险，可以说一堕落在五界里啊，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普通所讲的空，这给的空空不了，大家修禅的人，他们现在没有真正修禅的人，号称的嘴里讲修禅的人，偶然有一点点空，那是意证的第六意识正改的偶然造出了一个空的样子，实际上没有空，四大坐在这个身体坐在这空不了，腿子马也空不了，前面烦恼也空不了，有一个更痛更加空不了，那么你平常谈的空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普通所讲的空是意识上的理解，自己认为是空而已，真正正道真空。至于在不关的正法的所有，那么他的正法呢，从什么地方开始正法？当然也是意识的观想，就是意识之观，不是他用不了。他是在最后就在第八阿赖耶识经过转了的时候，是一切秘法一切奥秘的正法就是这些。那么第八阿赖耶识在那时候，大家是不念就不为识，就知道第八阿赖耶识它是包括了我们的身心，包括了经过的物理世界，都是一个第八阿赖耶识，是眼界。所以我们现在的六神四大，这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一个心根，是眼界出来的，是真。这个身体是大不能了，一看就是妄看的，是假的，是意识跟感受之间关系，空不了。所以这个肉体啊，我们晓得是玄奘法师把这规矩说讲到第八来啊，是有句话：肉身十种根生气，根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肉根，身体。四大气就是无理无知世界，这是阿赖耶识眼界。所以我们修百佛观在阿赖耶识的受身十种四大种里头，也用地大来做解脱。地大就是这种跟我们肉体的苦啊，那么你的无相肉苦啊，也包含地水火，一步一步把它真正修到解脱。那么所以这个修法的观想呢，它从这个地方阿赖耶识入手起手，当然前奏的工具是用第六识，可是你第六意识你观，大家观想观不观得起来？观不观得起来？观得再过一个人观起来啊，恐怕再做不到。为什么关不起来呢？因为你们不晓得用关。第八第六是意识，你讲一个白话怎么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大家这个困难啊，有没有这困难啊？就是你们用错了，你们讲这个白话真正去想，那就不是骨头一样，是白骨一样，怎么讲得到？也是念不像啊！比如现在在一个白骨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是念不像，
是可以叫一切不离烂相的修持的，这是有分别的现象，你这六现象，这跟不有没关系的，大家都不能对这个很有关系的。我现在有个比方，你们现在不管年纪大小，自己想的，想自己住过小的时候那个家，那个房间，还跟小的时候家里最喜欢那样东西。现在我一提你们想得起来吗？眼睛都不要闭就想起来，就这样观想成这个道理，观想所以你百步一站就想起来，坐在这里想眼睛都不要闭，哎，这就是第六意识的再次证作用，再次证啊，晓得吗？我听过再次证，无有分别影响只一再就出来了啊，你懂得这个方法，念佛念阿弥陀佛，这个正通正改一再也实现了，怎么不还念佛呢？所以会懂得观想，一定还懂得念佛。什么法来自更快懂得修密宗？可是像许多人修密宗修了一辈子，观想不出来，啊，观想跟菩萨根本不起来，啊，菩萨怎么能观得起来？怎么观？大的比较眼睛在慢慢下降，等于想它往这边朝到我口袋而来，从中掉下来，飞到口袋来了一样的，那就不晓得。你再次整非常轻松的眼睛都不要闭，哎，一想就停，哎，这个时候想，想起来能够把这个念头想起来，念头把它定住，那很难了。所以定住这个定，就只是定。你这个真就像给你讲出来镇住不动，这叫做镇。那呢，你们有一个镇开始讲出来，就马上想把它镇住，对不对？啊，好，为什么镇不住啊？因为你把它推开，这个分别影像一起来摆在那个前面上，镇住，就是有个力量去推它，它走开了。你管它镇住镇不住，分别影像一摆。他就正在这里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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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他去，这个意思懂了吗？啊，懂不懂的再来嘛，慢慢来。这是第一个问题，有人问，有人问第二个问题，另外一个人问是念处，以及叫百不观的手法，都是从意义上第六意识来起手，那么。这个是念头，大家还记得吗？佛法基本如此方法是念头，生念头，六念头，修念头，发念头，对吧？那么这个四念头，总在不关的说法，既然有念头，就要从意识上起心动念去修了，对不对？他真的吗？不是妄想，不是妄念的。为什么叫做要去妄想？也不行啊，刚才也能讲，平常大家听佛说听佛真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啊，因为去妄去找妄念就对了，他告诉你去妄念并没有叫你去正念，对不对？大部分佛经呢叫你去了正念，妄念十五天的像一个水面上的油一样，它的染污的油液，水面上的这些都很去，再次去掉了水面上那些染污啊油液，一去了这一滩清水自然清净，这里这个正念，正念不需要去也去不了啊，不来也不去，不正念不见，所以四念处百不坏的话叫你念处正念的念，正念这个本作成佛啊。还有第三个问题，有人问止观跟观想这个有什么差别啊？几乎没有差别，观想实际上这个两个字讲，我们初步你看禅定要法，我说的这叫你讲外部
我们给他加一个名字叫成就拜观，想一想，想这个拜观。那么这个拜观想出来以后呢，不要分别影响，这个影响在哪里以后，静静地把它定住，不加分别，这个就是。不是拿眼睛去看那个外部，自己把眼睛闭到小里面，肯定去看骨头，哪里出来了？永远关不起来，而且也就出来了。那、这个想在国内有，晓得我们中国人如此讲是，随便也就在活在另外这样的样子。死了以后肉烂了，什么东西自然就也就外部，就是这么一想外部之前。自己走到自己就是个百合一句，这就想起来，因为大家没有这样的功利的智慧，所以佛就慢慢来教你，教我们开做徒步一样，开迈入殿一样，先把手指头把大拇指肉先拿掉，先开一个指头百合看起来，看起来慢慢慢慢慢慢也会过来，几十从没有眼力的一想自己，我现在就死了出来。这个前年大戏，那交警参加的，我一提白骨观，他坐不起来。交警好像自己想，哎，我这个人刚才要死，他就他自己加强自己死了，死了，哎呀，我加强自己啊，死了以后怎么样？慢慢就来烂了，烂了，黑了，不要化了，变成浓水了，哎呀，都是白骨观，他一下就想出来了。就自己想把自己想得很清楚，现在的路上就不再这么过强，百步要怎么样，百步慢慢氧化了，氧化了变成慢慢粉碎了，粉碎了变成一点空来，和百步一起没有了，空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呈现了以后，你真的一念到了这个境界的话，你这个肉体的感情刚才也受缘就去掉了，做到这个程度，是观想的这个力道。观想的这个力道了，你发现空这个正盖，才能在不发空发光的正盖定住了，这就是智慧。这个正盖定住了不动，走路不动就是智慧。所以你说观想与智慧有什么差别？差别在这里，到了斗争里没有差别，即使。定了，那是真观，才叫做真观。那个真正的观了起来，那个的真正的智，住在心身意愿心意的，这样才能得定。因为打坐出来都在定嘛，啊，打坐出来什么都不得，那叫做定嘛，那叫做不定，那叫做一切无明，想搞清楚。第三个问题，而观想百不观。观想不定观，所以必须要注重饮食营养好一点。按这样初修的、初步的修持呢，第一个用观想啊，专业的观想啊，他自己不知不觉间有这个意识，所以呀、啊，需要补充营养。第二个理由呢？你体能一好了，做观想的精神有不同。第三个理由，做百步观的人有许多智慧浅、阅历浅的人，一想到百步观，我本来怎么样，就一直在那，哎，到胃口了，就再都吃不下。啊，他慢慢的就有消瘦，体能差。所以你注重饮食好了以后呢，做百步观要有力呀、啊。这个体能不大不倒啊，身体越来越健康。那么这个理由还很多，它不是一点意思说不完，将来再慢慢说大力的告诉你们明白。第五点又问，怎么样能够是百不观且生了修？百不观懂空，谁就是空，空就是谁，怎么用空修？这个本身。禅密要法以后讲下去都有
什么法都有。我们简单的现在讲啊，百不观是真，这个时候他百不观做成功了，一片空的境界啊，那这就知道了。空即是真，你收到了那个空的境界，然后你丢掉这个肉身呀，再把这个肉身转化丢成圆满，这一生成就，这一生就是他成就转成圆满化身呀。可以是不是这个啊，这个空即是有，所以在不管在修法是空是圆空的修法，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慢慢在肚子上很少舒服，真正舒服美中的啊，如果真正舒服美中的就晓得他美中很多的不像脚下面还有一个窟窿，还有美中许多祖师，也可以说莲花生大师，还在有十多菩萨修炼哪一个像窟窿像，两个窟窿不同就不就是像，大家就说这个不像吓人怪了怪气啊，妖怪一样脚踏着窟窿啊，这里那很多菩萨的脖子挂的项链都是窟窿，两个窟窿的有个骷髅，那头上还戴着骷髅，有个骷髅像，脚还拿着骷髅，大家看到妖怪，可能不是骷髅。还有你说的书法，你们还没有看过，接下来还有个图样，有个说明，说的说哪个东西我们买不买，是私人的天人看，你说的天人看一定要是那种画，还装的是干骨髓。那个骨要在骨头的方面练得皮做的，预感都是妖怪的妖妖，所有民法以百骨观为主，所以他除了大人不定基本只要这件事命中之命，从来没有人出来不公正，也从来没有人误导这个道理，为什么呢？除了将这一仗跟外国佛罗法而修成就报身化身，再生不会受持，整天不会犯病，就在里头命中之命，把它变化了啊，就这个道理，这是表法，表示这个道理，大家看到没有？那这个都是一个窟窿，本来我们是一个窟窿啊，本来这个人也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啊，没有什么事情好看，都懂他老师一样见空，不过有些就是宽一点，有些长一点而已，啊，所以啊，这个第五个问题，掌门的重点说到第六个，有人问，这观赏与眼识的作用真不需要打门的错，观赏不是拿眼睛去观，意来观，意识来观。所以全面把眼睛闭到在里头很用力地看着的就之后，哪也不必那么闭着眼睛，赶紧把袜子脱了，这样子关就关起来啊，自己还会闻到臭脚丫的味道啊，不是眼睛看意识的啊，意识观这个，所以这个六宫也这样，另外他的同志法则教来有人问什么问题，先当细念看左边的大字上地观子犯戒就胖了气象，他们这个念头知道中国公在细念不好那样的生命动念着，这个话很没人讲过了，相关又不同意都讲过了，所以呢相是不是注意上有那么一个显示相那么关呢，刚才我们呢都说过了对不对啊，不需要再打了。二还问该把肉劈开这么劈法啊，你来我拿把刀给你看，这么劈法你不举止这么火法切菜这么切它都可以嘛啊，这个不需要问啊，令俘虏两相劈，两相劈就是那么扒开叫两相劈啊，吃肉吃肉
这一串一串一点一点掉下来啊，经常这三方面经常都是翻左边脚，是不是边脚就一边在自己翻一边到右脚，没有从没有从看看来后面有啊，右脚啊要其实到右脚全身都要把它都拨掉啊，这个大概这样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从脚关，从头关下来啊，从头关下来可以的，但是不要紧，等停完了来，等停完了来啊，现在叫我们重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回，为什么这种脚底下关起来，我就那种讲究型的方法，那你总也是关人来关太阳，是主体性关的太阳，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关主体下去，很不得了，我们两个真的跟从主体性，这两个真的也在做下步，这两个水老师往前的下步，脚慢慢凉了，老爷脚没有力气了，下面脚不痛，从下步慢慢走上来啊，这个道理我跟你这样讲了，就说是你看生来的小婴儿啊，生来的小孩躺在那么玩，他怎么玩的不打船呢，身都不动啊，光蹬脚在身上，到了小孩子的时候，你看每个小孩子七八岁站在这里，他站不住了，光躺啊两个脚他站站不住，他跟狗要长牙一样摔个腰都是啊，他脚要跑，十几岁以后人家他坐着盘坐打坐不脸盘不想出去玩，到中医上懒得跑就他坐，而且坐在这样一天两个腿还要交集，到老年啊坐下来对对那么不好啊，下面坐一跳很舒服，为什么死亡慢慢点大家理解啊，所以啊叫你观法从头这种就像头子一下都得一关，或者说太阳把这中顶关，是来关，是零点在中顶关，那反复在中顶关，所谓高血压，血压就降下来，就是气的归元，气的归元，所以庄子说的，常人之意很旺，普通人不行，到喉咙最多，自然不是一种有道理的，不是一直到中顶想到中顶，这个那就是很好用。所以这个观察一定要从桌子下来观察，同时要六道轮回啊，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在下面，就不把它当例子，要了解要地狱道就非常难，这是比正常。那么后面咱们要把全部的方法我也说了，到每一步功夫的时候修持到每一步不成就的关系全部的关系，所以这一步禅定要把我说的最完全的，有许多禅观经常叫你啊眼观鼻鼻观心也要那个里头也给你说的那你知不道啊，怎么样观法叫做眼观跟鼻观，就不是一般人所讲的乱观，那么从顶上观下来也就是顶中好了才有的观顶法啊，也就是以上为是常用法，身体不好老年了那会从上面走下来啊，这是这个道理，还有别的问题没有，没有问题请到下面去啊，那就耽误了，这个两下披肩串胸摆脱，这样就知道这里，现在继续念下去。见半身白骨矣，次观头皮；见头皮矣，次观薄皮；观薄皮矣，次观末；观末矣，次观脑；观脑矣，次观肺；观肺矣，次观咽喉。
观咽喉以刺观肺俞，观肺俞以见心肺肝大肠小肠脾肾生脏手脏四十户虫，在生脏中护理八十亿小虫。第一虫从诸脉生腐乳，产生凡有三亿，口含生脏。第一虫有四十九头，其头尾细柔如针锋。子诸虫等二十户是火虫，从火精生。激火动身，以熟生脏。生脏熟已，各户还走入诸脉中，复有四十户虫，护理三亿小虫。身细如火，虫有十二头，头有四孔，口环熟脏，爪尖流血，皆观令见。见此事矣。啊，好，你先到这里，这里啊，好，皆观令见啊，先到这里。现在你看啊，像我们做观想，大家想都困难。先看了，来不观下半身都关起来了啊。关起来这个上半身现在都摆得很明白了啊，然后叫我们啊先把自己的皮，先关自己的皮，头皮，头皮呢，头皮了解了，在它的皮内在内膜，它是在干什么事情啊？内膜都了解了，就关脑，脑都关到了，再关脑脂肪，身上脂肪部分就是内在。脂肪关了，你看这个肝头，再把两个指头啊，就挂喉咙，喉咙都晓得了，看到肺一路下来，原来你看从肺上来上来啊，从肺这边接着一路下来了，肺看到了，这心肺肝大肠小肠脾脏肾脏手脏，手脏是强的，手脏它的一些就到了后面肛门这一边了啊，他说我们身体叫他看内部的一个关系，关系到内部每一个机能上有四十个部分层，四十部分层就基本上在肝脏中啊，就是胃啊什么的，就是跟那个肠啊上半截啊，负零八十一小虫有这样种生命寄生量的什么呀，一头然后跟腹腔分出来，你看我们身体内部，不管你身体好不好，他们就说我怎么看得到？我的天啊，百姓观众吃饭都一张，我自己看了就看得到，对不对？翻不起来了，啊，翻不起来，哎，现在给你说了，懂了没有？观念有没有？观念就关了。哎，你就绕回来，人体本来内部是这样，就关了，就了解了嘛。啊，这个样子，不管他啊，从现在的成立说，一手当然没有那么现在那么坚强，你要记住啊，这样去三十年前就是然后的，把两千年头的再搞成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说我现在是尿桶。你一口气不来，摆在那里一个月看看，各种虫都来了，这就是报哈，这是外面来的，一个是报出来的，那所以他看一看清楚了。不过有一点，他从医学一般医学是那种用不到，他把全的分类，这分的是地水火不是，是这种等身体内部二次火是火虫，从火精生。就是从身体认真增加热量出发，二十五种是风虫，从呼吸，从气化来，从风气起，它是讲风火二十，一个呼吸就，所以我们身体内部增加，现在正在医生，哎呀，哪里发炎，对不对？比如说鼻子发炎了。外在肠子发炎，发炎就是系统，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还要记住这个啊，发炎系统消炎的时候都是它的。你说发炎的时候用火的，看有些从风来，没有风，它就上去做。
他们这些等等这些事上的宗旨，平常在这个宣传里头游戏自在，是他活动的事情自在。结果他们跑那个那个什么路啊，那个运动场，那个晚上中午，他那种身体内部啊，是火从洞通，火大非常增大，这个气越气越好。所以我们发言了，呼吸的时候让你发言，呼吸就会出啊，叫火从洞通，风从洞火化，更像呼吸。他们以前在里头呢，互相有依靠口令啊，一种身上，但是他在互相碰平衡中的时候，综合二种碰平衡这两个作用，我们处身上什么啊，要让它投入在你的消化里上，上下放松，还有其他，他在学习里头碰到的什么样，就他说。这些等等给他一描写很可怕，有几个眼睛，每个眼睛都是出口瞪瞪瞪瞪，跟他老子关子手关子出来，他就给一个小口红，每口一关好朝着口红先关口红的内脏，内脏就是那么一口东西，想先把自己想出来，自己要怎么做啊，那个关但是你功夫定力真做到了，就在把这个后面功夫真的入定了，也是清净意识一根清净的时候，你这个肉体摆在内脏的五脏六腑，看见自己看出去，看见清净，水晶修行到了的时候，里面自己看出去不干净不干净，对不对？看得很清楚。所以高僧传上记载。他的佛陀曾经啊，这个印度的勇士把五百来表示放到火边去，没有人看见他，从安心看没有人看到，到内场出来开过来，把水的提醒这是来放的，看出来放到水边了。哎，这个就叫做未成熟时，所以这个开关是这个意思，先把观念搞清楚，再变它。见此事矣，又见君朝称君后厨啊，再见啊，见此事矣，又见诸虫从咽喉出，又观小肠、肺、肝、肾、脾皆令流注入大肠中，从咽喉出，堕于前壁。此讲成矣，即见前壁屎尿臭处及诸油虫分香缠腐，诸虫口中流出脓血不尽盈满。此讲成矣，自见己身如白雪人，节节相助。若见黄，好，就到这里。你拿着笔做句号，没错。好，现在那我们到了这一步啊，关，用关，少的补上六分，分六个钟。然后要我们用几个啊，自己的观察，从喉咙这个下，从这个呢，这个下子这个下，我们这个东西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从这个内部的东西一直到下面，你们看过把猪的啥的肚子一剖开，那个嘴有一提，心脏里面一串连到，它叫我们从不向上面比，跟过来肚子上。流出这个下面，哇，大的这个水饺，人家真的厉害了。第二个是高啊，那么另外一位高友就是看见了，他开一点，做一点，就是想到那个东西，他就想，哎呀，当那个就自己弄了，也不好看，坐在那里就打站起来啊，也说是这样，就这样，有的地方，然后啊。看到这一套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真的是宝贝。你真的立下来以后，走了以后，臭了、烂了、烂了以后啊，那么把内脏的自己观想把它拿开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副驾驶这个摆脱，这个驾驶自己看，眼睛一闭，那个时候自己内脏的
多想，或是你眼睛看见，你意识的也能看到自己身上，是吧？有些我们在做好多人心智的关注到哪个部位，有些人关注到肚子里面，不是看关注到房子，对不对？啊，人家很好的人，我记不得他了。有些事情一定关注到不多，那个也流动。若见黄黑，当更悔过。既悔过矣，自见己身，补上身皮，皮皆示落，俱在前臂，渐渐长大，如波多罗。腹更长大，似如瓮缸，乃至大如前榻佛楼，或大或小，随心自在。又见增长，犹如大山，而有诸虫，霎时此山流出脓血，有无数虫游走脓里。复见其山渐渐烂坏，没有少在诸虫进食，有四叶叉忽从地出，眼中出火，舌如毒蛇。有而有六头，头各异象，一者如山，二者如猫，三者如虎，四者如狼，五者如狗，六者如鼠。又其两手犹如猿猴，其食指端一一皆有四头毒蛇，一者于水，二者于土，三者于石，四者于火。又其左脚似鸠盘鼓鬼，右脚似鱼，其射蛇鬼，现丑恶形，甚可怖畏。十四夜叉一一克复九种死尸，随次寒烈助行者前。佛告迦悉罗那陀：是名不净想，最初境界。好，这个有上次讲了百个观到达不净观，现在这个又是变成。要把自己关上，真正关注起来的人，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正在做事情，不过有时候大家看了不相信，宗教神话，他说把自己想的什么，就是这了，不嘛，我有没有？你真观想在观修到把自己关上真出去了以后，不告诉别人，自己什么？轻蔑和自卑，或者有无视的业务，也有无视的自卑，业务什么？那个你看看什么丑恶，这个就是自卑，这个一切都太可悲了。把这一个丑恶的生命啊，放在这个脑子，自己不晓得装的，抓一个真实的自卑。第二点，你看看，然后将我们丢在地上，将我们意识的观念把它放大、开大、开大的很大，大了以后也烂，烂了以后啊，它就再观想再不看到地上冒出来，就是心无所在，是这个烂。我们这个就不可相信。大家这个信不过，不是不可想，不可能的相信，大家没有看到不会。就是啊，你们先不想那个看见一个的会，没有事情就是会。我们叫看得见的好吗？假如我们肉体已经开了刀，开的挖了一部分丢在地下，你说几天还好？然后把这一块肉再拿到显微镜化验。要是做细的嘛，有些像猫，有些像狗的，就那样做，那样做，这个就是那个。啊，再说我们讲的生产现在成烂了，你把这块就挖下来，先给他们看看。我是说这个，他说还有看到这个肉里头了，烂了这种四头骨的，有一个头上流下来水，这个就是像石头。我们现在佛道还没有烂了，正常的刮下来是头流量，哎，也是小姐从脸上面包只有一场来的一块，那是小石头，
那大一个就不得了，更好一个了。哎，有水就身上雨水，身上雨水嘛，拿了一把就需要把那水都流出来。我睡觉时候口水都没有流出来，讲。他这个样子又该不关照不定观，你把它观察清楚，可以。所以不讲的话，你这样看着这个就是在海的这种情况，就后期就是真正的真实，真正没有人看。至于我这些不老实讲，不管你从家带家，他们都是不幸福过的，不卫生的。有些的人都讲明白了，你就是爱看。哎，就知道不说的对哟，对不对？对不对？是这样。你不要给我带一点太多，他们讲就这个道理。所以把自己摆不关不正观，先判清楚，我再说啥子，不告。这是不是讲理论啊？是功夫的经典。一方面听，一方面自己体会。暖胃的，再说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身体是发暖。所谓我们现在大家讲的，因为密宗啊什么时代开放了嘛，道家密宗都流行了，你们都晓得七经八脉打通啊，三脉四轮打通啊。我常常问你们，修道的修密的打通了怎么样？打通到哪里去为止？啊，火车在转，转到哪一些位置？还井在转呢、啊？井在转，那昏了头，我们何必转呢？到儿童乐园买一张票，坐在那里不是转火车吗？啊，所谓气脉通转，转到了气脉完全不动，往身体，这个身体脱胎换骨，通通转，转变了，转变了人的每一个。细胞每个骨节都换，不管你多大年纪，到了哪位的时候，这个骨头已经换成婴儿一样啊，软化啊，一生都有发电能在暖。所以道俗人讲不出啊，拿个茶壶装着冷水放在肚皮上一放，等一下就开了。虽然说的过分一点，真的不讲。这就是暖胃，暖胃是四家乡里头，家乡叫做家功，这些功夫的正改并不是道哦，真的是家功哦，加工厂的加工作用。但是你要注意哦，不管你修哪一种道，佛道、是道、小乘道、大乘道，这个四家乡是每一步都离不开的，它是恩的。就是真功夫啊啊啊，法师说休息一下啊。